晚安。那接下来不行吃了。那我们家里可以吃昨天妈妈擦地板。哦。其实没什么啦，可是，那个地上也有。地上有油的。你看地上。这里还有胡椒粉。原来如此，妈妈也是外婆。这个太好吃了吧！好吧，这个拍完我也要去吃饭了。换妈妈拍我吃饭呢。就哇，小朋友看到怎么那么好吃啊？真的是太好吃啦！我哭了以后，没什么丢脸的、啊，要哭就哭啊，对不对？要哭啊，哭完了再好好说啊，对不对？没什么好丢脸的。就哭了。哭过以后就继续练习。真的。是啊，对，我也是。虽然擦药的时候很痛，我还是忍耐下来了。因为泪水有一种能牵引出继续努力的魔法力量哦。啊，是这样啊，不会掉下去，让开太小，不会掉眼泪。你们的爸爸也是。没有了。